而且他过往算是投球节奏蛮快的投手，今天敢让进的一点比较不顺，还是要对决啦，结果穿过去安打，三垒上跑者回来，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，再得一分也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一局对狮队来讲真的会倍感压力啊，是不是要先赶快喊一个暂停呢？已经取得了3-0了，林鸿运呢敲出了这次40的安打，送回了林志平跟詹志尧。投手也是唯一的机会，但太强劲了，不要被球打到就好。这个说在，这个没接到，是只能讲说这一球打得太强。